哎，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这里是中缅边境瑞丽啊。今天的话是泼水节的第二天啊，然后人的话比较少啊，老缅啊，缅甸人基本上都过节去了，中国人更少啊。今天的话比较幸运啊，也收了一点小东西啊。这个的话是18000收的一个冰洋绿的啊，冰洋绿的小套链啊，这个颜色非常辣啊，小的话是小点。这种掀层套链的话啊，好看的啊，18000收的，但是已经被粉丝截胡了啊，这种掀出来的话是非常漂亮，它的种水啊颜色都非常不错，已经到冰洋绿了啊，只是说它的颗粒啊，颗粒小了一点点，这种就是说好好设计出来的话非常不错的啊。这个大一点的是最差的啊，其他的都比较不错，种水颜色都没话说啊，稍微小了一点啊，再大一点的话就更加好了啊。这个算是捡漏了啊，已经被粉丝截胡了啊。这边的话还有，这个都是以前收的啊，小东西。你好，你好，明老吧，明老吧，这个什么价钱？这个种水不太够啊，一个糯化种，糯化糯冰，好点的还有没有？这颗也不行，这颗不打灯都能看到裂了。好点的拿出来看一下嘛。今天过节啊，他们缅甸人啊，还有中国人过来这边淘货的、送货的都比较少。今天的运气还是不错的啊，这一条珠链的话是相当的不错啊，拿出来看一下，这个不行啊，好点的还有没有？好点拿出来看看。没有了。今天都过节去了，是不是人比较少？啊。这个宝宝佛仙金的也是以前收的啊。前段时间收的，看这个吊坠啊，豪仙的一个吊坠啊，也是昨天收的。这个蜜蜡有没有喜欢的？包括，再给你接个，这个小冰佛也不错啊，小冰佛非常大气厚装。多少吧？这条小套链啊，是越看越喜欢啊，5000，这我是当前啊，5000一过来不行了，那么时间过了，谢谢。关谷珠宝成立于广东，拥有国家注册商标，从事翡翠行业10余年来，坚持从缅甸矿区采购性价比最高的翡翠原石，聘请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师精雕细琢，支持私人定制服务，为大家提供可以传世收藏的艺术品。关谷珠宝客户遍布海内外，特别是在华人较集中的美国、加拿大、新加坡、港澳台等地区有很高的声誉，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结缘关谷。以往都认为翡翠价格过高，那是您不了解翡翠。关注我的微信7887-2456，学习更多翡翠知识，判断翡翠的价值，打破传统珠宝行业虚高暴利。买翡翠找关谷，微信
7887882456。关谷珠宝向您承诺，全场保证翡翠 A 货，送国检证书支持全国复检，可以淘宝交易，假一赔十，鉴赏期内不满意可以无理由退换。同等翡翠所售价格低于实体店的三折，可以随便对比。微信：7887-2456。